今日講一隻咧就相對風險低啲嘅，有啲潛力嘅，但係都唔使急住啊，等下先，等佢去到比較更加靚嘅位置先考慮嘅股份咧，就呢只北京控股啊。北京控股咧，啲股民有翻咁上下咧，就肯定好認識啊。當年咧，即係1997年嘅時候，呢只股份咧就哇，真係非常嘅勁啊，炒到啊，咁如痴如醉一度，咁但係後屘跌起嚟咧都係非常慘烈，咁啊搞到咧就啊啲一殼眼淚。咁啊，但係咧好耐咧就已經離開咗市民股民嘅視線啦，有好耐咧都唔對依類股份咧唔係太過有興趣，咁即係綜合企業股啊，唔好有興趣。咁但係咧，今次點解講咧？就係、一來佢嘅走勢係強咗嘅嚇，你見到反覆向上緊嘅，一路都依段時間一路反覆向上。今日咧個市咧就呢排嘅市麻麻地，佢繼續向上緊嘅，即係佢顯示嘅動力咧係唔錯嘅。咁今日仲升添啦嚇，今日市跌啦嚇，仲升1%。咁雖然佢陰陽燭圖咧有一個高位出現陀螺，係有機會出現先咧就整固先嘅。咁但係個中線走勢咧係反覆向上緊嘅，佢周線圖都係咁嘅狀況啊。而家就試到一個位啦，啊依個位咧就係一個密集區31至36度，咁所以今日試一試咧，就出現個陀螺咧，係好正常嘅嚇。咁唔緊要，咁但係咧，每回之後咧，係有機會再試圖咧，就挑戰呢個區嘅。原因就係咧 ，P 就好平喎，幾倍 PE 嘅啫，息率又唔錯喎啊。咁我估計市場咧，就對呢類股份嘅觀感咧，會慢慢轉變啊。由以前咧，唔理佢嘅，完全漠視嘅，而家慢慢可能對呢類股份咧，都係有啲開始嘅睇法嘅，因為咁依家民企咧，好多民企都係有問題啊嘛，依啲咧就唔睇啦，就唔同啦嚇。咁嚇同政府有關嘅股份咧，咁佢安全度肯定高啲啦，相對民企。而家大家嗰個梗係揾安全啲嘅股份啦嚇。咁所以咧，依類股份北京控股啊，咁有機會咧喺嚟緊呢段時間咧，係市場會改觀嘅，起碼一部分人對佢改觀先啦。我相信，如果唔係都唔會咁樣啊反覆向上。衝上去啦，所以可以等佢啦，等佢回軟啦，即係調一個調整啊，嘗試一個密集區阻力之後出現調整嘅時候咧，就吸佢搏佢再次向上衝，最終衝破佢啊！咁因為估值低係有條件嘅，估值嚟計，咁啊呢個位其中一個位可以考慮就係30蚊到啦，咁更加正嘅就係計呢啲位啦，28蚊到。前浪頂以至前浪底之間，呢個前浪。頂啦，以前浪底之間可以考慮咧，等回到呢咁上下咧，就吸納博去再衝一棍上。